후 호이포이 호이포이 快来订阅吧！ 大家好，今天爸爸要带我去玩具店，我好期待呀！鲨鱼宝宝，今天宝宝鲨要和我们一起去玩具店。太好了，宝宝鲨，我们又见面啦！上车吧，孩子们。好的，爸爸。让，妈妈让。系上安全带。 出发！哇哇哇哇！孩子们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宝宝鲨，快别哭了。爸爸，我该怎么办？宝宝鲨可能是吓到了。 鲨鱼宝宝，你看看车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给宝宝鲨玩。好的，爸爸。朋友们，这里有一个奶瓶，一个望远镜和一片纸尿裤。你们觉得宝宝鲨会喜欢玩什么呢？是望远镜吗？啊哈，我用望远镜来看一看。 这是谁的尾巴呀？哇，这是谁的手呀？哇，原来是宝宝鲨呀！宝宝鲨，你想试试吗？给你，宝宝鲨。宝宝鲨，拿好望远镜，快看看窗外有什么吧。 宝宝鲨，你有看到窗外的好朋友吗？哦，宝宝鲨，你看见哪位好朋友呢？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猜一猜，宝宝鲨看到了哪位好朋友呢？看到绿色的尾巴，还有绿色的身体，是谁藏在海草中呢？他是谁呢？是威廉吗？ 是雷恩吗？还是琪琪呢？答对了，就是琪琪。是不是很好玩呀？宝宝鲨，我们继续用望远镜看窗外吧。宝宝鲨，这次你看到谁啦？ 宝宝鲨，你看到什么了？怎么哭了？爸爸，宝宝鲨又开始哭了，我该怎么办？鲨鱼宝宝，别着急，开动脑筋想一想，车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吗？让我想一想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宝宝鲨会喜欢哪个玩具呢？是惊喜蛋吗？ 宝宝鲨是不是很好奇惊喜蛋里面有什么呢？小朋友，我们该如何打开惊喜蛋呢？啊哈，我知道了，要上下摇晃。哇，惊喜蛋要打开了，这个给你玩，宝宝鲨。哎呀呀！ 宝宝鲨，你别哭了，我们玩点别的吧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次要选哪个玩具呢？试试方向盘玩具怎么样呢？宝宝鲨，我们一起开车吧。我先来，出发！汽车宝宝，嘟嘟嘟嘟，汽车宝宝，嘟嘟嘟嘟，汽车宝宝，嘟嘟嘟嘟，汽车宝宝。 怪物卡车来了，轰轰！怪物卡车来了，轰轰！怪物卡车来了，轰轰！真好玩，轮到你了，宝宝鲨！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出发！没事了。
嘟嘟嘟嘟，没事了，嘟嘟嘟嘟，没事了，嘟嘟嘟嘟，真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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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像这样一路玩着各种游戏，宝宝莎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呀？孩子们，玩具店到了。宝宝莎，我们到了，太棒了！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，去订阅碰碰狐。